贝利亚，帮帮我，我的肚子好疼啊！赛罗，他昨天不是好好的吗？现在怎么病殃殃的？不对，他肯定是骗我，我才不会上当的。走了。贝利亚，你怎么走了呀？等等我。我怎么感觉头晕晕的呀？哎呀，我的能量，谁来救救我？这位赛罗怎么没跟上来呀？他不会是真的有事儿吧？不对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赛罗。赛罗，你别装了，你快醒醒吧！赛罗，装了真相，我看一下。赛罗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你怎么没记性了呀？赛罗，你快醒醒吧！你别吓唬我，都怪我当时没有救你。赛罗，你放心吧，我现在就把我的能量给你。希望你能醒。